因为它有大刮弧，就要做一点点事情。做什么事呢？点下去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 unclick 的这个方法。啊，当然这个也可以自己打上去，不过很容易打错，所以哈、哦，建议是直接自己打上去啊。特别注意哦 ，new 有没有？这个恐怕要把它稍微记一下 ，new button 点后面这一串呢，就是从 set 这个就是从 set 后面这一串贴过来的。小刮弧、大刮弧、后刮弧再一个分号，好、哦，这个恐怕要稍微记一下，因为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建立事件的方法。那目前 Enjoy 哦，不像那个，像什么 VB 或 VB 啊、VBA 或者 Visual Studio 那么方便，点两下自动帮你建立。那只好这个恐怕好像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之前哦，我想各位稍微记一下。然后新增位置做方法里面的话呢，做什么事情？就是把那个 T01改一下名称，那怎么改？特别注意哈、哦，在 Java 里面有个，就是更改的话就是 set 设定什么呢 ？set test 上更改里面的文字，所以你找一个 set test， 然后这个 set test 哈、哦、选的就可以 enter 里面的文字呢，请你双引号，就是打上那个您按一下按钮。这样就可以了、哦、就是把画面上面的 test view set test 更改上面的文字的、哦、这个记得前后双引号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字串，然后呢再给它一个分号，最后的话呢、哦、我们就完成这个程式了。那这个程式完成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做一个 save 好之后、哦、我要确定说它到底能不能 run， 所以直接在哪里呢？在 Hello World 的上方按右键，这个专案名称按右键，执行为 Enjoy Application， 我就直接把它执行，它就会直接怎么样呢？把结果发布到模拟器里面去了。点下去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、哦、再切到模拟器，因为模拟器跟 Eclipse 是分开的。那现在的话呢，它就会把这一个专案、哦、compile 成一个 APK 档，并且安装到模拟器里面去。那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时间，哎，那怎么又另外再开另外一个模拟器 ？OK， 好，那等它一下好了。好，画面先滑，大家会比较问题就是这个 import 功能有没有 ？import 本来是折起来的嘛，哈、哦，把它展开来。那本来它没有 import 这 enjoy， 因为 enjoy 本来不是属于这里面的东西，所以你打完之后这边有没有都会产生这个错误嘛？然后你就游标放上去汇入就可以了。好，汇入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打在 import 上面，就不会有产生错误。比如说你自己哈、哦，你也可以直接打把这个打上去，你打一个 import enjoy 有没有？